安坑轻轨将在明天正式通车，新北捷运公司将在2月10号下午1点正式发出首班车，接着展开为期1个月的试营运。从2月10号通车开始到3月12号，只要拿电子票证在进出站时刷卡，就可以免费搭乘。而如果没有电子票证，就必须购买单程票。而试营运的营业期间从上午10点到下午6点，等到正式营运之后，就跟其他捷运一样，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。新北捷运公司表示。是安坑轻轨全线长7.5公里，有9座车站，K9 14张站可以跟新北环状线衔接转乘，让安坑地区的居民前往双北市区更加的快速。而票价部分，比照淡海轻轨采阶梯费率制，一段票价20元，最高25块。为了回馈经常性的旅客，也有常客回馈金计划，搭乘只要满200元就能回馈50元。未来正式营运之后，分为全程车及区间车，民众要搭乘，除了注意班次，也要留意班距时间。主播，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